科目三迎战海底捞，寄出求职简讯，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事工电话，满头问号的前往事工哦，二跳啊就录取了，荒唐至极呀！科目三到底有多红？一名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分享关于在澳洲找工作的趣事。刚到澳洲两个月时，工作一直不顺利的他，最后决定应征知名连锁火锅店，并且备注会跳抖音舞曲科目三，因此意外获得工作机会。事后，这名网友将这有趣的面试过程做成影片分享。这是一个靠着跳科目三录取墨尔本海底捞的荒唐故事。至澳近两个月，直面墨尔本的供不应求。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，食宿却仍负担不起庞大的都市开销。就在我又闷又穷又无聊，一度想要滚回台湾之际，决定背水一战，以科目三迎战海底捞。屁的一开始根本只是想要当做一个自娱自乐的笑话，寄出求职简讯，自己再多看一次都觉得到底是XX。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事工电话，满头问号的前往事工哦。客人说。要加点一首科目三啊，嗯，对啦，该是我展现实力的时候了，跳一跳啊就录取了，荒唐至极呀！当然，我的笑容可掬，我的服务至善，以及我骨子里的奴性，经理肯定也都是有看在眼里啦。如果有生之年有想要到澳洲一游的朋友们，欢迎就安排在2024年10月之前哦。小妹将会为您带来精彩绝伦的科目三。回台湾之后，我死都不会再跳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宽宏艺术，谁最强？就是本人罗志祥。谁最强？就是本人罗志祥。好的啦，几点了？上次是朱碧石，现在不要闹了。我妹妹没有来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。我姓石，执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。我姓石，今往生时执笔再以落笔直。我姓石，高见远识，人如其名很务实。别闹了，太累。哎，开开，不要放了。现在几点了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